听说上海区教会的第六百货商店要关闭了，上海六百，你先来看一看。第六百货商店历史悠久，1952年开张，已经70年多了。这里有一个公告，这是闭店公告，现在离关闭还有2天时间，进去看一下，里面顾客很多，大家都在抓紧最后的机会抢购，很多商品都在打折。呀，